对小朋友，他应该讲是大家传说中的那种别人家的孩子。我们老说别人家的孩子优秀、懂事、成绩好，从来不惹父母生气。而这位同学呢，就是如此。他今年只有12岁，来自德州，他的名字叫段若涵。段若涵呢，他成绩非常好，但是他的这个好成绩的取得，要比别的同学付出的努力多上不知多少倍。到底段若涵的优秀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而今天他要在这个舞台上读一封怎样的信件呢？让我们有请若涵一家人。欢迎若涵。老师好。三位好。若涵，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来介绍一下身边的两个人是谁好吗？大家好，我叫段若涵。说经济方面的压力很大吧？对，查出病来以后，刚刚起步也那个经济条件也不行，觉得一下受不了，接受不了。后来也就是心情也就慢慢就是沉淀下来了吧。你怎么着？
得了这个病的孩子，一般情况下他们的希望都是非常的渺小的。当我看到孩子歪歪扭扭的走两步的时候，我几乎我哭了半天，觉得眼泪就是不停地往下流。那么那时候我就自己想，难道这就是老天爷就开眼了？就是那一刻就看到转机了，看到若涵可以自己有意识的主动的去迈开腿去走路，虽然走得歪歪扭扭的，但是已经在进步了，给你们很多的信心了。对，那个时候他就非得要求是上幼儿园，我那时候说去吧，可以，但是必须得走着去。幼儿园离家有多远？幼儿园离家里有二里地吗？二里地也不是太远，对一般人来讲，这二里地你要走多久？大约要走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看那一天的身体状况。但是你想所有的重点全都写下来记下来，然后一个学期下来，我书上我是根本就没有空隙，全都被我记得满满的。他是他们学习小组的那个学习组长，起到一个很好的这种带头的作用。他要遇到一个难题，一定要把他的解题思路全部搞清楚。他每天都骑着三轮车上学，而且都不迟到。很坚强的，超出同龄孩子那种坚强，给我的触动很大。若涵一直这么坚强的去，配合父母去做康复，包括一直很努力的。
太远，正好我重庆的一个朋友到山东出差，我汇了一些钱给朋友，让他帮我给若涵1000块钱，另外再给他买些东西，辛苦汤记者转交给若涵妈妈，让他妈妈一定不要放弃治疗，希望若涵早日战胜病魔，尽快完成自己的梦想，望他长大以后也能尽自己的力量回报社会。谢谢您，志愿者吴角星。他是托朋友出差到山东来的吧，他应该不是在山东，应该是在外省。那这个信呢，这次是写给德州红十字会的，他是第二次就把钱给了红十字会，让他转交。德州红十字会领导好，今天委托济南朋友来贵处定向捐赠2000元现金给临沂最美女孩段若涵，而且他加了一个括号，写的是这都是我和五角星志愿者服务队志愿者捐赠的。虽然若涵只有11岁，而且身有残疾，但是若涵从小就知道感恩，身残志坚。我看到德州媒体报道后一直都在关注着他。我是一名退伍军人，在部队里受党教育多年，我和夫人商议决定以后一对一资助若涵，谢谢你们帮助传递爱心款，志愿者吴角星。这次呢又是来捐赠善款来给若涵，他们是应该是有一个服务队的，也就是说不光他在关注你，整个他们服务队的人都在关注你。是，那你有没有问一下就是汤记者，你说我们想联系他，想谢谢他。他阿姨他也说这个吴角星的他的身份就不太详细，他从来都没露过面。就是2017年12月底，找到一个就是重庆的志愿者团体，其中有一个队员说曾经和这个花名为吴角星的这人一块做过公益活动。据他介绍，因为这个吴角星是一对夫妇，然后但是因为他们做事比较低调，不想被人就是采访，也不想就是被打扰。后来那个我根据他发来短信的那个电话，我给他打过去，这个电话就一直就给我挂断。后来再打的时候，他就关机了，所以寻找他的这个事儿就这么放弃了。就真的是做好事不留名，就是想默默的来关注你、支持你。那么今天在我们的一封家书的舞台上，吴角星叔叔说的那个他眼中的知道感恩的若涵呢，要在这儿读一封信给吴角星叔叔，他一定可以听得到。那接下来就把舞台交给若涵，来听他的一封家书。亲爱的吴角星叔叔你好，在我最绝望最无助的时候，是您的一封信给了我鼓励。您说希望我以后一定不要放弃治疗，长大以后能尽自己的力量回报社会，这些话我都记心里了。我不会再想傻事了，也不会再经常哭了，头晕头疼的时候自己就先忍一下，因为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坚持住，什么都能挺过去。有了您的鼓励，现在我比以前更快乐了。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会给同学们讲他们不懂的题，还时不时的跟他们开开玩笑，说说笑话。周末我还会去照顾邻居家的老奶奶，帮她捏捏背倒倒水。以前我也是被帮助的那一个，现在我也体会到了帮助别人的快乐。吴角星叔叔，我多么想见你一面，想当面跟你说一声谢谢，是你点燃了我生命的渴望和激情，让我看到了生命的曙光，我看到美好的未来在向我招手。现在我连做梦都在找您，希望你能从电视上看到我，主动联系我，哪怕只是见上你一面，给您唱一首歌，让你亲眼看看我现在的样子，也算是报答了我对您的感恩之情。所有帮助过我的叔叔阿姨们，我是在你们的关爱下长大的，是你们的爱心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曾经有过绝望，有过迷茫，但是在你们的帮助下，让我更加深刻懂得了生命的意义。努力的生活就是最好的报答，长大了我会凭我的能力双倍奉献社会的，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吴角星叔叔您听到了吗？这是若涵包括他们一家人发自心底的一个呼喊。当然我们也非常的尊重吴角星，他只是想默默地去
帮助若涵。如果真的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每一个奉献爱心、内心充满大爱的人都当成五角星，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回报他们。这个回报不是回报给他们本人，而是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传给其他的更需要帮助的人。刚刚若涵在信里说了想给五角星唱首歌，是吧？是。唱什么歌？阳光总在风雨后。的努力，通过那么多爱心人士的帮助，可以帮助他们重新的找回阳光。再次感谢每一位曾经帮助过我若涵的好心人。接下来请一家三口在我们的舞台上留下他们的幸福定格。